挑战拍摄100个豪宅，今天是灵山岛金茂湾。南沙呢是一个广州很极端的区域，要么就疯狂吹捧，要么就疯踩，理中客呢真的是少之又少。但这个项目呢，很多朋友跟我说一定要来看看。项目呢位于南沙定位最高的板块明珠湾，楼下呢是一个自然的公园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自然。今天呢，樊姐带大家看的是252方的大平层，金地首创的专利户型，一户两证，可以满足大家族共住屋檐下的需求哦。好的户型呢，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质，室内是南北通透。超过30平方的空中花园非常奇妙，在南沙甚至是整个广州比较少见，在空中建立自己的花园或茶室，这日子快活得很哦。双河环绕，南望横沥岛，北望灵山岛，视野开阔，风景一览无余。客厅呢是接近40平方，配上宽阔的餐桌以及功能齐备的厨房，完全可以满足好友自己在家中聚会的需求哦。主卧呢也非常宽敞大气，阔绰的空间能给人更好的自由度。现在买这里呢比早期的业主要省不少钱呢。好了，房子看完了，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后台找樊姐拿资料哦。